又到了星期五健康大群组的时间，今天我们请来了营养师，要告诉大家什么样的食物搭在一起可以营养加倍，还有什么样的食物是绝对不能一起吃的，一起来了解。你也跟我一样觉得咖啡跟牛奶是天生绝配吗？才不是嘞，薯条可乐天天就咖啡冻梨花汽水才是绝配。哪会啊，我来告诉你们正确解答，什么食物才是天生绝配。像是谣言中的比如说像菠菜加豆腐，人家会觉得是结石，但是其实他们是天生绝配哦。为什么呢？因为我们的传统豆腐里面有钙，那在菠菜里面呢有草酸，那草酸跟钙结合之后呢，它就变成草酸钙，但是它会从我们的粪便代谢出去，反而比较不容易造成草酸钙结石哦。但是有哪些食物是绝对不能搭在一起的？海鲜跟酒类它都是属于嘌呤高的食物，所以如果同一餐搭在一起，然后量又多的话，确实容易诱发所谓的急性痛风，所以这两个东西是尽量最好不要搭在一起的。如果你吃海鲜的话，那就建议搭一些无糖茶会比较好。还有就是如果你吃一些烤肉的东西，那最好不要搭配一些乳酸类的饮料。为什么呢？因为烤肉里面啊，它的这些肉类可能有些是加工制品，里面有亚硝酸盐，那如果碰上一些胺类的乳酸饮料的话，那也容易形成亚硝胺，那亚硝胺是我们的胃癌肝癌的这个危险因子，所以如果常常这样搭的话，确实会造成身体的一些发炎反应，所以这是比较危险的。我是营养师刘怡莉，我是应彤，记得找到你的天生绝配哦。